8:30才开母汤哦，国内母汤啊。今天稍微就是稍微去一下深层啊，去挖个红矿，然后做一些装备啊，看看可不可以去看看可不可以抓一下巨蟹怪啊啊，然后给各位看一下我们自己试一下盖的房子啊，不知道各位给几分啊啊，你们吵的这个斜屋顶啊，终于做出来了。刘云家，哦耶！刘云加班做出来的斜屋顶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有没有觉得很斜屋顶？有没有觉得很斜啊？有没有觉得超级斜？这个很斜，可以了吧？是不是？刘云加班做出来的。哦、对呀、啊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、啊，然后你看他还把这个稍微装潢了一下内部的样子。啊，哎、欸，哦，你还在睡觉中？哇，站着睡觉行。啊、哦！为什么你是站着睡觉啊？你有没有看一下直播？我不晓得啊。而且你看你的眼睛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是站着的耶。哇！你以为你是谁？白胡子哦，站着死掉的那一种。才不是！好屌、啊！而且我不是白胡子啦。白胡子啊，你是黑妞，不是白胡子。啊，眼睫毛好长啊！啊，你现在有没有好像有没有回味到当国军的感觉？没事就割草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国军教会了我什么？教会了我割草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点数啦。你有没有学防护装？我吗？我可以学啊，我也超多点数。哎、欸，我已经早就学了。你给你做吧。好吧。因为我现在没办法学，而且经验值也不够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精英巨河蟹了。精英级的哎、欸。哇，这个血有20400。干，千万不要碰。不要抓到，绝死死翘翘，超大只的、欸！哇，快跑！你也不能驯服啊，没有，他不能，他不能驯服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用，吃掉他。这巨蟹怪超夸张的，哇！完了，不太妙，不太妙，怎么了？不太妙，不太妙。我的神官兽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 ，nope， 这个不是可以打 ，nope， 回家回家回家，哈哈哈，哎呦打到了，干太危险了，哈哈哈，赶快吃肉补一下血啊，所以我又传回来一遍了，可以啦，至少宠物没死啊，我没看到宠物死啊，没有宠物没死，对呀、啊。可以的。哇，等一下，怎么会有阿法毒蜥？哎、欸，看，哎、啊，这个很嗨喽。阿法毒蜥，先跑了，先跑了。哇、哦、哟，在我后面。我、哦、这边是悠闲台、啊，想看吃鸡去老头那边。等一下，非常的熟练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我不想不想，哇！他把螃蟹。他把鳄鱼抓起来，拿鳄鱼敲我。这个螃蟹有事吗？不要啦，等一下，干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干干干！要不要传过来？完了，我没办法传了。哦，正在传，正在传。干，传不出去了，我要死了啦！哎、欸，干，救人了！怎么救啊？等一下。把你的狗狗都带回来。把狗带走，把狗带走，快！炎龙还来参一咖呢，啊，他们已经冷很久了。高八梯，不对，就是这样子会。什么东西？没事，突然一下唱五月天的歌。Let's go part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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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吗？哦哦哦！红矿区，你算到了吧？拿到了。对啊。老头会想要300cc 重机吗？不会。哎，请问有人看到我的狗狗吗？哦，在这里。你的蛇。咬了，他都认不出来。哎、欸，他认不出来了。卷曲了，认不出来了。前面还是炎龙。不要，我们下去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这个无底洞也太深了吧。喂、欸。会不会死掉、哦？好像不会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到这么深的地方、欸，哎。这里更下面就没路了、啊，对啊，这里没路了、啊。水龙兽，操，这是两只啊！有朋自远方来，我在这里8000年了，
头一次看到有活动的生物来这里。我们会不会被吃掉呢？被吃掉了！他们被在那边困了8000年，啊，我帮他解脱了。哎、欸，老头呢？我在这里啊，等我，等我，你别急哦。我现在在看落点在哪里。我觉得我上次找到那个点最好。哎、欸，我要摔死了！我要摔死了！我要摔死了！我勾不到，我勾不到东西，没办法传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要死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！我的毛坏掉了，干！不是毛，我的那个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勾这骨头，勾这骨头。可是这里有炎龙，这里有炎龙。靠呀！你怎么那么危险？我勾到了，我勾到了。啊！等一下，这全部都是炎龙！哇！全部都是炎龙啊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我说真的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传传传传传！你要怎么传过来、啊？我先传回家，我先回家。我先回家，全部炎龙在咬我，啊！吓死人了！怎么好可惜，不然就精华。拜托，这种东西就算我没有死掉，也是可以精华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样哦，背好远。我又没有勾到了啦！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快救我救我，勾神救我！啊，完了完了，我摔死了。我等你传过来。完了完了！哎哎哎，有勾到吗？摔死了！哇！哦哦哦哦，死掉了！我看见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连螃蟹也出来啦！这样子你别说彩虹矿啦，干，真的要抓炎龙蛋才有办法吗？难道真的要靠炎龙我才来这边采红矿吗？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灯爆群要死一只了。Oh my god！ 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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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醒醒！哇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他卡住他卡住他卡住了，他上不来了，他上不来了！回家回家回家！好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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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直接飞扑在我脸上，我天啊！欸，不然这样吧，我们直接直冲龙的巢穴偷蛋，然后自杀。这样子我们东西还是拿得回来啊？可以啊，来啊！啊，要来一场大冒险，直接冲到龙巢吗？可是我跟你讲很危险，就算你还没到龙巢，我跟你讲，你还没到龙巢，龙巢外面全部都是。所以说你要冒这个险，就是两人只管冲过去抢蛋吗？然后死掉的时候又墓碑复原，可以啊，快点！你干嘛那么想那么刺激啊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代价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会损失一只灯兽哦。可以的。真的吗？你们要损失这只灯兽吗？我把灯兽丢，不是。嗯，我就觉得灯兽很好抓啊，只要去挂一下立中子就。也是啦，你有看到我吗？你看到我吗？没有，可是我已经要走到那边去了。真假的？差不多了，因为我这有这个瀑布。就瀑布那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到啦、啊，我再飞过去就到了。你，我先没有飞过去，你可以先到我这里来。船是船那里吗？对，我到我这了。Fuck you！ 不要穿。来不及了。哇！你死掉了！我死了 ！Fuck you！ 我那个一直射不出去哎、欸。你要按 C？ 有啊，我按 C 啦，可是他一直丢不出去。好，那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干死定了！呜啦！哒啦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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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爸！爸爸！啊！哈哈哈！被炎龙吃掉了。哇，下面好恐怖哦，还有精英巨蟹怪耶！哇哇！炎龙直接飞过来敲我啊！我被发现了！炎龙哥不要，炎龙哥不要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太多了，太多了！我应该闪过去了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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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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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坏装！干死了！是，我们家没有会发光的动物了。啊，对哦，都被我们玩，一只都没有了，这被我们玩光。我的山羊这家全都没了。哎、欸，山羊本来这边一群哦，
我们从开来到现在一直拿来用，然后死了，又拿来用啊，死了啊，又来拿用，哎呀，没有三氧了，哎呀，这里面好像还有灯泡犬，捡起来，哎，又继续，哎，灯泡犬又死了，完了，夸张。好啦，我累了，折腾了三个小时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应该我就会把恐龙生产的倍率把它拉回正轨，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偷龙蛋了。好吧，或者是先抓螃蟹也是可以啦。好啦，晚安。